我这边跟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，英国广播公司今年度全球百大女性评比出，我们上海是全球100位对世界有影响力、有鼓舞人心的女性。我们感恩上人能领导我们，我们非常义有荣焉，感恩上人。其实，恭喜慈济人，这拢是慈济人做的哦，哈！我实在是受之有愧，归功大家所有哈。其实呢，慈济是现在啦，人间的一波，人间的大总经。这个、人间的大总经呢，就是人行出来的路。一个人无法度开一条大路，要用真多的人甲力量甲挖起来，才有法度这个路开大。路开大上重要，就是要行得真远。这就是要代代相传。开路的人是现在你们在这里，还有全球慈济人，他们在任何一个国家也是在那开路，开慈济路。国外我不要去，国外有慈济，可见啊，事在人为。我人不去遐，因呢是发一颗心，我真正是真感恩啦，感恩咱当时组织从台湾发射，咱粒粒种子铺伫地上，那地上的种子呢，拢是一丛一丛的大树，看看恁。都是会员啊，家母家啊囝啦，安尼直直传去哦。这是吼，看咱几十年来，大家人，他培养出了偌侪的会员，一看入来成会员，这一修一修啦，一直传。每次我看到上人拖着老命，还为众生说法，拖着老命还要拖我们慈济这一台大白牛车，我每次看到我都很感动，内心非常非常的感动。如果我能够列尽绵薄之力，能够让上人减轻一点点的负担，让上人能够感觉到轻松一点点，哪怕是一分一好，我也会很开心。我已经快接近七十了，所以我把我人生的最后的一个因缘来承接这个窗口，让生命更有价值。谨记上人殷切训勉说，干部只有职责没有职权，付出不是拥有，承担是为了树立中文的典范。诚实上人开示，成就人才就是大布施，社区菩萨要大刀身。佛法经啊，佛陀就安尼讲，团五十人，团五十人。我讲吼，唔是五十人，经典是写五十人。我讲唔是五十人，是爱五十代，是一代一代团。五十代，五十代呢，还有无数的五十代。你看讲吼，师父今嘛安尼年龄，今嘛少年的啦，开始来修行的。上少年的是二十外岁呢，二十通岁即回我出来修行，那我就会想讲吼，像你这样早成熟。早成熟，当然啦，这都是过去生啦，
咱已经是结成了这么正深的缘。因为家己厝内真艰苦嘛，在困苦的当中，我到处都是去求神啦、拜佛啦。在民国73年的时阵，迄阵上林内底迄个吉林路咧讲读书经，啊，我嘛教阮早囝吼，教阮师兄，阮着嘛真认真哦，啊，着去听上林开始。练到每天早上6点，复兴广播电台的《慈济世界》上人开始，每天听，每天听，就这样，我渐渐的滑入心了。我就知影讲啊，这条路要安怎行？因为真的是有滑才有办法。终于，我的心念转变，我终于也脱离了人生苦难的枷锁。那回顾这30几年来，弟子承担皇事哦，这中间经历了921、赫伯台风、桃枝台风、纳莉台风、莫拉克啦、台南地震啦，还有近几年的那种花莲2018年2月6号的大地震啦、八仙城堡，以及社区的访视等等，也很感恩讲我迄个时阵会当做这样的多。从伫吉林路苏湖公经开始呢，就来听经，看看已经是几年呀，吼，也还是呢，缘无断啦，愈来愈深啦，深入了咱组织的道路吼，这条路啦，所以希望大家啦，爱共同好好开，开好长长久久。代代世世，哎，不断轮转个倒转来，轮转个倒转来，世世都是哎行在菩萨道啦。耶稣父亲感恩讲吼，夫妻档，这种福慧啦，那会影响家庭，相信。全家慈济人，还有呢，这全家慈济人的影响社会更大，因为家庭和睦啦，这种家庭拢是自责啦，互相呼唤，互相勉励，这个家庭一定是拢是真和睦。真祥和，这家庭的团结啦，这是吼真可贵，恁爱记着，就是啊，这都是为咱的目标，唔是干那讲向外度人，你要向外度人，爱先服务咱的家庭，咱的家庭呢，这真正影响社会，社会呢，看到。这种模范的家庭啦，也是些模范啊的人格。佛教要成啦，爱成人格，人格呐无成，佛教未成啦。所以，大家人要到个成佛的程度，都爱生生世世行是菩萨道。我一个会员哦，啊，甲讲，师姐，啊，你做师姐有啥物心得？我甲伊讲，有真大个好处。伊目睭天遮大对，伊讲，紧甲我问讲，啊，啥物好处？我甲伊讲，嘿，啊，就是吼，我因爸啊，甲即马无共款哦。因爸啊，我是吼，袂当互讲一句个哦。我讲，我是因你来做师姐。个性才会改遮多吼，啊，这就是我的好处啊！我家庭变圆满啦，啊，即摆毋是我咧发号施令，是阮师兄咧甲我发起发道的。所以是菩萨道啦，习气那拢无完啦，习气那拢无完，这叫做优柔道。一个有老啦，一个伫咧老啦，即所以吼。人要修到吼无聊，真圆满。那咱的佛性
咱的良知、良言，这良知啦，来启发善言。所以讲吼，利己利人啦，安尼呢，那来多。常常师父拢讲吼，菩萨爱求生哦，人间菩萨都是爱度人，这呢，这是咱起码伫咧修佛法啊这条路。所以讲起来，时间一长，咱才都爱把握吼。但是呢，人生无常，更搁较爱把握。这当阵的未来，这当阵的未来，咱吼拢爱很警惕。